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来开箱任天堂 Switch 所贩卖的游戏片附赠的光阿玛，日文念法シャニニクアマテリウス 3DS Dash，包装背后就是用这个玩。彼得猪已经脱离电视游乐器很久了，所以就来开箱。噔噔噔噔噔，有点重点东西。光阿玛超美的，跟暗阿玛都好美啊，但是结构上有不一样哦。暗阿玛的蓝色部分是属于鳞片型，一阶一阶一阶的攻击力会更强，而光阿玛它是属于刀刃型，会因为离心力的关系把蓝色的部分撑开，然后受到攻击的时候会去抵消攻击，所以攻击力上应该会比暗阿玛稍微弱一点点，打起来的效果应该会不一样吧。背面都是一样的，后面都是铆钉，然后这两个要给你猜而已。光阿玛的造型跟 APP 抽奖的那一只黄金超力阿玛是一样的，旁边都是长这样，可以动，所以抽不到黄金阿玛没关系，买光阿玛就好咯，只是没有那个超美的啦，好舍不得打。接下来没什么人在用的三铁收藏用轴心 DS Dash， 整个透明的好美哦。 DS Dash 轴跟普通的 DS 差别就差在中间的弹簧是金色强化的，会比较紧，而且是紧很多。而现在 V125 抽包07也有 DS Dash 轴，我发现一个重点，光阿玛送的 DS Dash 轴好顺哦，抽抽包的 DS Dash 很 K， 好 K， 不是只有一个哦，是好几个都这样子 哦，那个顺畅度就不一样，抽抽包的就是转一下就停了。紧实度呢不用讲，一定很紧，因为是 Dash 轴。呀，啊，这次有哦，好痛哦，我的手，五只手指头转不回来，还是要抓铁的，哦，好紧哦。哦，弹到！哦，好高哦，普通 DS， 太松了吧？抽抽包的 DS Dash， 哦，原来125抽抽包的 DS Dash 红色的部分比较突出，那意思就是比较急。光阿玛的，收藏用就好，反正他在台湾不能比赛，因为他是游戏片送的，不算官方所贩卖，所以这个只能参加私人赛，然后这个可以参加全国大赛，各大比赛都可以，还是这个比较亲民。那么光与暗的对决，煞有邪色哦！哦，痛痛，哦，好痛啊！我的心，哦，白化了，白化了。加油！一定是光阿玛赢，因为光明才是王道。加油加油加油，金柱啊！不要太斜，不要太斜！哎呦，碎了！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么轻松。哇！攻击攻击，不会爆 ，DS 大没在怕你爆的。按阿玛只有打到几下而已，就没力了。哎呦！加油加油！光阿玛获胜，轻轻松松，耶！来帮暗阿玛强化一下了，不然好可怜哦，这个走。暗阿玛强化完毕 ，Go！ 去！上啊上啊！都不会碰到，不会爆啦，那个再爆就太可怕了，那个爆攻击力。哦，有呢，1-0。哇，敲了敲了敲，每敲一下就痛一下，痛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光阿玛倾斜的严重哦，谁？谁记住了？哦，暗阿玛赢了，光阿玛也不算输了，两个算是平手，兄弟俩不要互相伤害。我们去残害别人吧。既然是要去挑战别人，我就帮光阿玛强化了 0SDS 大。
变成攻击，攻击，再攻击。萨拉曼达林恩 DS Dash Go， 打爆他！该是打不爆啊，敲爆他！不是敲，敲出去，把他敲出去！光阿玛加油！哎呦哎呦，很邪哦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萨拉曼达，看你多会吸收！光阿玛没在怕的，好了，有一点点怕了。哎呀，藏着藏着藏着，阿玛！哦，敲啊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这么脆！哎呦，阿玛被墙壁救了一回。来哦来哦，平转铁哦，没在怕你的，阿玛加油，阿玛，打，转晕他，转晕他，敲啊，敲不出去吗？真的不好敲哎，杀杀杀，龙啊，都没出呀，哇哇哇哇。哇哇，被萨拉曼达耗损的好严重哦！哇哈，阿玛啊，秀秀秀秀，没事没事。可恶，萨拉曼达获胜。好吧，下一个黑帝斯八大 PXT Plus Go。哎呦，持久模式，黑帝斯撑得住吗？来了。追击追击再追击！哎呦哎呦！哇，黑帝斯一比零，好秀！攻击啊！再来追击！啊，那也安呢，黑帝斯夸张，阿玛再度落败，凤凰零一 T Go， 好秀！哎呦！砰砰砰砰！敲出去，我敲不出去。攻击力跟按阿玛比起来有点不一样哎。呀呀！来来来，看谁比较邪！哇！砰砰！一比零。哦是。敲出去！倒退！追击追击！喷缓的，喷缓的，慢个点，把它撞去。有有有有 feel 有 feel， 有输的 feel。凤凰获胜，光阿玛加油！超刃勇士林力 XT Plus Go， 拜托你要赢啊，至少赢一场啊！爆裂，过，二杀。打爆！不会吧？慢慢慢，别转速，别转速！啊，连阿基都赢不了，怎么会？光阿玛加油！哎呀，追呀！哇，久了久了，真是久了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敲到了！蹦嘎，爆裂！不了哎、欸、哎，我、欸、这样，耶、yeah ，轻轻松松的啦，一比一，哦是，追击，哎呦，好痛一下，还不会爆，可恶，爆裂，爆裂，再爆裂，疯啊，疯啊，不会爆，哇，这只阿基那么坚硬，哎呀呀呀，太险太险，还是获胜了。终于阿玛赢了，谢谢阿基里斯，不客气。瞬间 ，E dash E D S dash Go， 蹦蹦蹦，来呀、啊，有种爆裂啊！蹦嘎，哎呦，又油了，碎了！哎呦哎呦，哦，碎哦，敲那一下很痛哦。射箭射箭，持久度超烂的，
现这个路子没错，就是那么轻松。光阿玛获胜，施工八大 P X T Plus Go。抵消，施工抵消啊！有，哇，完全不痛啊，不痛不痒，敲不出去。阿玛已经变成一个装饰品了吗？哎呦，施工被打到很血了哦。然后，哇塞，把施工打赢了呢！哇塞，蹦嘎，爆裂，再爆裂，没有，没爆，施工稳稳的。抵消，再抵消！哎呦！什么？被打到，开始倾斜了。哦，哇！施工返回城1-1。来了，不怕不。哦！阿玛好凶！追击 ！DS 的轨迹就是那么好玩。哇！上天炸！被咬出去了，1-0。反击成功，关键局了！打呀！没有敲出去就是19战了，阿玛赢定了，因为风狗之间是 X 大师。没有什么持久度可言。Yes， 阿玛逆转胜，赞！灵魂魔龙八大血 P D S 大血 Go！ 哇！有凶到了，有凶到了！互不相让啊，弄来弄去，来呀！把它推出去，可是都推不出去。停！来呀，开车！来呀，是谁？哦，魔龙获胜1-1。吸收，阿玛，把它吸到爆，让它吸不到。不行啊，阿玛。多零零角角了，很好吸。魔龙装了 DS Dash 之后，超紧，完全不用怕爆掉。至于吸收能力呢？哼，还是魔龙获胜。阿玛又输了。光阿玛跟暗阿玛打起的感觉有点不一样，光是这个会动，效果就差很多了。暗阿玛是做不能动的，所以攻击力会比较扎实，而光阿玛它可以缓冲，变成你在攻击别人也会先缓冲一下，打到对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了，蛮可惜的。至于刚刚的影片，这样子打一下而已，这边就白化了，没关系。如果你手上有吹风机，然后。OK， 白话不见了。用吹风机的诀窍，不要一直吹，而是要吹一下闪一下，吹一下闪一下，不然你一直吹的话，它会融掉。OK， 又变回原本的模样了，碎，有破碎，有没有看到白话？心情就是美丽。那这次的光阿玛开箱与实测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